来到我行销大学档，那今天是202期，是在大陆考察，最后一晚，明天早上就坐飞机回台湾了。那在大陆这几天也一直在关注大陆这边的电商的一些活动。那其实大陆这边电商其实讲坦白的，最大的就是两个品牌在战争。两个品牌的战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就阿里巴巴集团跟京东集团在做战争。但其实这里面后面所衍生出来的一些相对的，变成是有已经分成两个大集团了，两个大集团了，一个是阿里巴巴的集团，一个是京东集团。那阿里巴巴集团跟京东集团不是一般我们所想的就阿里巴巴而已，然后跟京东之间在对抗。其实里面后面所衍生出来是相对的是有许多家公司的结合。阿里巴巴这边里面，它所采用的是属于平台模式，是属于平台模式，然后变成是大家厂商会去进驻来做一个贩售，就变成租网络店面的模式就对了。那京东的模式就有两种，一种是你也可以跟他租店面，一种是京东自己买货。买货的模式，但是阿里巴巴不做自己买货的模式，它反正它就只是做平台。但是阿里巴巴其实它私底下也跟了很多家厂商做，已经做一些串联的一些交互持股的动作了。像最大的就是之前有大家有关注大陆的电商的话，就之前其实有一个二角跟一角之间的战争，就是之前有苏宁易购跟京东之间的战争。那苏宁跟京东之间的战争，其实背后也是阿里的支持的，因为苏宁现在的股东其实最大的还是也一个大股东也是阿里巴巴，所以变成是阿里巴巴其实是结合起一个比较大的势力集团在跟京东做对抗，但照讲京东的势力范围其实是小阿里巴巴小很多了。健康买的是这样，以市场范围来讲是这样。可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来看哦，大陆最大的社群媒体是谁？微信。那微信跟阿里巴巴其实很怕微信，因为微信里面有很多消费者，其实是很多厂商跟消费者，其实现在都已经使用微信去做他们的电商的一种模式，所以这也是也是跟直接跟。阿里巴巴里面的天猫也好，跟淘宝也好，都直接已经做一种对抗的模式了。所以阿里巴巴其实是很怕微信的一种模式，所以阿里巴巴之前采取了很多动作，都是想要去抗衡微信。所以阿里巴巴里面他去推出了他的支付宝里面也推出他的一种社群的一种功能，但是推的不是很成功，支付宝里面去推了一个红包的功能，但是这红包功能也是有在用，但是使用上就没有微信的这么的普及。那为什么要讲到微信呢？重点就是阿里巴巴它现在一个很大的集团在做电商这一块，那京东是另外一个跟现在台面上可以跟它做对抗的一个集团。但是微信跟阿里巴巴之间又是一种对抗竞争的关系，所以你看，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这个时间点，腾讯其实是入股京东，然后直接要跟阿里巴巴做对抗。腾讯其实现在入股京东，已经入股到什么？它占了它18.1%的股份。现在变成腾讯是京东最大的股东了，是京东最大的股东，所以问题点就在这边了。现在变成是两大集团，现在全世界有嘛？中国两家大公司，还有其中一家顺丰，顺丰也是这之前的一个战争里面有一个功能，在大陆就这样子，很喜欢按喇叭，他们人多也是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昨天住在那个景德镇那边，也是住在一个景德镇火车站后旁边，
阿福确实很爱米喇叭，奇怪。OK， 大陆就是很喜欢按喇叭。OK， 那他们人多车也多，有时候真的是他们，我问他们的习惯，我按喇叭是跟礼貌性跟你讲说我来了，请你小心。OK， 也许他们这是他们的生活一种模式啊。然后其实刚刚讲的就是，现在是没有人要看一家独大，所以腾讯直接就入股京东，要来跟阿里巴巴做对抗。所以腾讯其实跟阿里巴巴嘛，不跟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在对抗，跟京东之间的合作也用了很明确的，所以就变成现在是两大公司，又变成演变成是阿里巴巴其实讲了嘛，现在就阿里巴巴又跟腾讯在对抗，这两家公司一直现在是大陆最大的两家公司啊，顺丰是另外一家，也是最大的物流公司，但是变成现在是阿里巴巴现在最独大，但是现在腾讯跟顺丰跟京东之间三者是有一个策略合作的模式，在跟阿里巴巴在做一种抗衡的，这是这几天来大陆看到一些现象，哎，利用这个时间点去了解大陆一些电商的模式，顺便报告给大家来知道。大陆这边其实一些生活环境其实是，讲坦白的是，比台湾进步了很多啦，比台湾进步很多，而且他们是真的是积极的在开发发展。台湾应该真的是要加油，要不然人家这么努力，台湾再不努力，不会被别人打败，是真的有时候被自己打败。OK，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拜拜。